我们一开始很多粉丝真的很喜欢伟静，然后已经完成购买，然后达到我们第一个粉丝福利，所以我就很快邀请要靠近男神的赶快告诉你工作人员，就今天而已，我们伟静的班是到2点半，2点半他就不见了，所以在2点半之前你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哦。谢谢我们一号粉丝哦，那我们二号粉丝现在已经一步脚步到我们男生旁边了，又比出了耶，看他在拍照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达到消费金额3000元，就可以进来这边拍照哦。那他也帮大家争取到很多折扣，还有好了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，他只有到2点半而已，我已经只有在这边到2点半哦。大家都在拍他，然后都没有在听主持人讲话，没有关系，只要记得你想要选香水，你刚刚也就是没有的吗？来一个，来一个。